唔单糖第一波主打商品的代言人，人心是上好的人选。我反对。假公济私，你哪个对人心有企图？我绝对袂帮你做。小队员，你安尼根本就是在讲你错。真正，感觉你就悲哀，你根本无需要人保护你，因为你已经家己糟蹋到底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 你以为你离开的这么彻底，我会用个代替伊，甲你斗相共啊！你永远无可能取代伊伫我心目中的位置，因为你永远拢是指天不可爱。为着要拼命哦，小小都受着伤害啦，咱两家哦，暂时拢莫过来往啊！吼，我感觉咱实在是袂当受着庄月丽的使啦，伊就是超工要看咱甲拓海去冲突的。这天，早知影就无应该带小小来食一顿饭，搁害小小受苦。 人生外表好，外形好，搁上清切感，做面膜代言人，我认为真是好。我反对，你讲尹佑胜哥做牡丹堂面膜的代言人，都是为着要保护我邱兆正。哥好啊，哥啊，哥是小哥。拓海已经足爱你的啊，无需要搁求阮我去替你更叫。咱绝对无可能变做好朋友，今嘛呗，以后嘛无可能。 阮查某囝的代志，妈妈还你，以后莫阁亲像啊！我甲伊拢同款，无希望庄仁心甲大专集团有接受。我就是讲实话啊！你安尼根本就是在讲你的错，你莫甲我讲你唔是。我就是迄种。你哪会当你对待我？你哪会当？我就是根本让你走，我想就是报告一切啊！你哪会当你对待我？那你当初我问你是不是要结婚的时候，你从是要答应？我爱你啊！就是因为你这句话，毁掉我的人生。